刚好你和清香几个，不发了发都大单发货了啊！那几天主要因为下雨，快递也没有恢复。这两天天也晴，快递恢复了。现在几个发货，这是大车单儿，几个发的是3000单儿，然后还有一点没有装出来，还正在装着呢。这点是1000吗？这点？这点是900多，那边是那边多少？买不买？啊？这点1000是吗？这点不到1000吧？900几啊？900几。那铁蛋注意点啊，不要铁虫，也不要拉单杀单。装车估计在三星那要带这一大车，几个拉一车，然后估计后天能再拉一车，再后天再拉半车，体验点都结束了。那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，因为毕竟那边有那个大雨，那两天发不了货。给大家那个推迟几天发货，请大家理解，实在不好意思了。现在赶紧装车，第一批3000单，快的话大家明天后天全部都可以收到了。那杆儿要是松的话，不容易光沉。明天拉走一车，后天再拉一车，挂到这发完。